大明寺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道？好像有啊。我来做就好了。怎么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连早餐都不会做的废物啊？不过也是，这么多年我在商场上叱咤风云，可是在生活里连照顾自己的生活都不会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您看您，胸怀大略，精明能干，连样貌和身材都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顶峰状态，已经比别人强很多了。也不过就是把吐司和鱼烧焦了而已。你们不用夸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本来打算在离开之前为你们做一顿早餐的。等一下，离开？你是要去哪儿？我觉得是时候我该独立了。